大家真的去体验的时候还是会被吓一跳。消费者最难拍摄移动中的人 ，Xperia 5导入了 Alpha 相机技术之后，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人眼追踪对焦，不管你怎么动 ，Xperia 5都追得到。我们这次在 Xperia 5上面所新增的 Cinema Pro 的功能，它可以用 A B 点的方法去做。我先让它脱焦，按一下 B， 它就会慢慢的拉到这边来，而不用手去拖，而且是很平顺的。那我先让它清楚的对到焦，我只要按一下，就不用这样去拖，会让画面品质好很多。玩手游的时候最怕的就是那个卡关被打扰，那透过我们的 gaming handset 游戏增强器，你可以很自然的去选择你需要使用什么样子一个效能，卡关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在游戏内开启搜寻的一个能力。那最后一个呢，被打扰除了可以把讯息挡住以外，这次我们还连来电都可以挡住。